你的影后不会生气吗？啊？对了，你先说。王女士呢？给机组写了感谢信，内刊登出来了。徐总看到之后，特地关照飞行部，给你嘉奖还有奖金。嗯，谢谢领导关心。下周有个重点保障航班。 运送商飞递幺九幺的专家去西安基地进行试飞工作，公司希望你来配合参与。是跟你飞吗？不是，这次你和江部长飞。就是他把我调到地勤部的，他怎么可能让我飞？这是徐总安排的。飞行中一定要保持冷静，任何情绪都不能带到工作中。 我会重点关注你这趟航班的。哎呀，知道啦，放心吧，我不会给顾教员你丢人的。怎么了？腿抽筋了。我送你去医务室。不用。好了。 旅客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本次航班的机长江涛，很荣幸为您的这次出行保驾护航。现在飞机已经到达巡航高度，您有任何需要，都可以告诉我们的客舱乘务员。祝您旅途愉快。 辛苦了，辛苦，慢走。江部长，嘿，辛苦辛苦，辛苦了，亲自飞啊！能够为国产飞机的试飞尽我们的绵薄之力，是我们的荣幸。还希望你们在这儿一切顺利啊！好，再见啊！再见。哎呀，星光，辛苦了。秦阿姨，辛苦了。星小雨，陆航很难见到女飞啊，在男人的行业里不容易，加油！谢谢，女工程师也一样少见，您辛苦了。 希望有机会，我也可以直飞国产飞机。咱们一起努力。一小时以后返航。辛苦，一小时以后返航。谢谢。辛苦了，再见。一小时以后返航。辛苦，再见。妈，到西安了吗？到了，刚进酒店。我还以为你正在飞着呢。今天早班飞河池，已经回来了。都已经回来了，那得起多早啊？还好。怎么样，路上顺利吗？你们？顺利。
驻航现在服务越来越好了啊，飞的也好，还是你们江部长亲自带队呢？对，公司很重视这次航班。我今天看见一个女飞，很少见啊。她是我的学员。是吗？哎，看着挺上进的。一个女孩子在这个行业做出成绩不容易，你好好带人家啊。我会的。明星月，什么明星啊？段超啊，就前阵子演那个天楚。哎呦，苏有亮，你怎么跟草根分担？我没看过，心里面别都装着男神哥哥。说什么呀？还给人家当红 idol 留点空间吗？雨恒。二 A 是我们的终身白金卡旅客，这是他要的红酒，你帮忙送一下。好的，乘务长。不好意思啊，魏先生，吵醒您了。没事，刚谈完一个项目，有点累了。您看这款葡萄酒可以吗？我们还有其他几款葡萄酒可以选择。不必了，我还是比较喜欢特定的那几家酒庄的红酒。谢谢你，宇恒。你平常喝葡萄酒吗？我想有机会的话邀请你一起。啊，您太客气了，魏先生。我可一点没客气。还有。我手机里好像少了一样东西。什么呀？你的电话。不好意思。老公管得严。啊。千万别用常规的话术回答我，太缺乏创意了。飞机上有很多的乘客，你总在我这儿待着，不合适。段先生您好，这是今天的餐谱，稍后为您点餐。不用了，谢谢。我们要东西会按铃，不要打扰他。先生，请您系好安全带。段先生，您戴着墨镜，光线会不好，这样会更舒服一些。下一位，出示一下证件装具。平板、反光背心、耳机、手电筒，这是我的登机证件。下一位，出示一下证件装具。平板电脑、反光背心、手电、耳机，这是我的登机证。嗯。没问题，南丁哥，我们也检查一个小时了，今天被抽查到的机组表现都蛮好的，要不然今天的检查工作就到这儿了。嗯，辛苦各位了，今天结束了。应该的。好的，我们也回去吧。现在去停机坪继续抽查。南丁哥，
最近别人都不敢理我，害怕被抽查到受处分，都躲得远远的。等等，你制服怎么回事？哟，没注意啊，谢谢提醒。你的问题我已经记录在案。记录？不，顾局长，这个应该算是提醒或者建议吧。现在的确是建议，之后怎么处理会由相关领导决定。什么意思啊你？打我小报告？哎，你回来，装什么官腔啊？理解理解。还把自己当领导了？这，南亭哥，南亭哥，南亭哥，你别理那个人。我现在的确不是副部长了。可是你……但只要和飞行安全有关，就算是小报告，我一样回答。南亭哥，我支持你。我刚才说怕人躲着我，我那是开玩笑呢。我一点都不在乎这个，我真的是开玩笑的啊！王警官，您的果汁请慢用，谢谢。请问还需要喝点什么吗？不用。先生您好，请问需要喝点什么？先生，您不喜欢吃牛肉吗？好的，请稍等。先生。先生，啊，要不给您换一份鱼肉吧。要酒吗？嗯，啤酒可以吗，先生？可以。先生您好，啊。您慢点喝，先生。先生您好，这是要的给您。再给我来一罐行吗？先生您好，请问需要喝点什么？两罐。两罐。先生，高空环境气压低，人容易缺氧，酒精的作用呢也会比地面高很多，喝多的话可能会不太舒服的。舒服？会死吗？抱歉，先生。我们客舱内的存酒是有限的，还需要服务其他的乘客。要不这样，我们再给您倒一杯，如果您有需要再叫我们好吗？行。谢谢李姐。请慢用，先生。没事，您需要喝点什么吗？谢谢，不需要。哦。夏芝，重点关注一下这边旅客，去吧。您的手机。谢谢。不客气。小程啊，你这一路上话不多呀，嗯？哎，我听人说 你其实还是挺外向的呀。江部长，嗯，我想了解一下，之前您为什么让我去地勤？这是咱们部门新实施的，学习交流计划。只有优秀的飞行员才能获得这个机会，看你现在都上内刊了，这就是你学习的成果呀。那就谢谢领导栽培了。关键是你自己有收获就行。女士们、先生们，我们的飞机已经开始下降了。
抄起小桌板，调直座椅靠背，打开遮阳板。学生，请您调直座椅靠背，谢谢。保持安全带，扣好系紧。洗手间暂停使用，请关闭手提电脑等大型电子设备的电源，并确认手机及其他电子设备仍处于飞行模式或关机状态。谢谢。先生，请您系好安全带。降落了，麻烦您调直一下座椅靠背。谢谢您的配合。先生，请您系好安全带。先生，拜托你不要再吵了，我们超哥醒了会记得。可是我们有规定。是不是想被投诉啊？抱歉打扰到你们，但是还是麻烦请尽快系好安全带。着陆检查单。着陆检查单完成，继续进近。苏州八两五两幺八左跑道可以落地。幺八左跑道可以落地，苏州八两五两。我们公司机组抽查合格率这么高，蓝鲸哥，这下可以放心了吧？要保持不定期抽查，不能有丝毫松懈。是咱们的七八区，应该是小姐他们回来了。小姐，总算又风光起来。冲突！
我是中介刹车。师傅，掉头去跑道。没有权限不能靠近跑道，去指挥中心换车。谁让你转向的？乘务组各就各位，塔台塔台，入周八两五两，地上冲突，查理三脱离跑道。紧急情况 ，UG 三六洞四误入跑道，入周八两五两，紧急避让。停在查理三快速脱离道，陆州229停止滑行，原地等待。天城馆110立刻付费，加入标准付费程序。UG 328原地等待，推迟起飞，跑道有冲突。各单位请注意，各单位请注意 ，UG 364误入跑道，查理三快速脱离道，立刻启动应急处置预案，请消防车立即就位，救护。陆州825。先生，为了您的生命安全，请您回到您的座位上，配合机组的安排。那对不起啊，先生，请你系好安全带。塔台塔台，陆州八两五两，飞机受损情况不详，原地贯彻。陆州八两五两，塔台收到。当前位置快速下客，向 ATC 通报需要客梯车。陆州八两五两需要使用客梯车，在当前位置快速离机。陆州八两五两已通知机场运行指挥中心，相关救援单位马上就位。可以去现场了，我们走吧。谢谢。您好，全舱。客舱做好准备，我们马上使用客梯车进行快速下客。收到，机长。医疗救援队的人都到了吗？到了，在那边。女士们、先生们，现在将进行快速离机，请听从机组人员安排。为了抓紧时间，请各位注意，不要携带任何随身物品。您的行李将在离机之后由地面工作人员交还您，请听从地图人员安排等候，谢谢配合。
上车！路边在这聚着，快，赶紧上车！你刚才为什么不听我命令？后货仓环境警告。可能是刚才转向的时候，货仓的货物发生了几架碰撞。消除警告，执行后货仓火警检查单。Fire cargo after checklist。是否释放灭火器？立即释放。塔台塔台，陆洲八两五两，出现货仓火警警报，目前旅客基本完成离机，请立即通知消防部门。陆洲八两五两，塔台收到火警警报，立即通知消防部门。旅客们请注意，我是机长，现在请在乘务员的指引下快速下机，快速下机，您的配合至关重要。拍了，别拍了，别拍了，不要拍了，赶紧上车，快点上车，快点上车，别拍了。乘务长，头等舱清舱完毕。好，乘务长，前舱清舱完毕。好。您好，前舱。后货舱发生火警警告。请确认所有旅客离机之后，整个乘务组所有人也立即离机。明白。您好，前舱。乘务长，我是苏苗，后舱清舱完毕。后货舱出现烟雾警报，我和李宇恒留下来做最后清舱，你们立刻下机。下机。是。大家尽快离机。先生，你要干嘛？我手机没拿，我手机在这儿。我手机里有特别重要的东西，明天开会需要的。先生，你让我拿一下。你受伤了，我没事儿，立刻下机。乘务长，我还能坚持。执行命令。喂，后舱，苏苗吗？乘务长，我是夏至。李宇恒因伤提前下机，转告苏苗，让他做最后的检查。苏乘务长不在，乘务长交给我吧，我可以的。不行，你是新人，我力气大，跑得又快，我们得抓紧时间。好，你从后往前来。收到。有人吗？回答我。有人吗？回答我一下。有人吗？回答我。有人吗？有人吗？请回答我。有人吗？请回答我。有人吗？请回答。老人家，您怎么样啊？哎，我腿疼。来，我扶您起来。有人吗？有人吗？回答我。慢点。哎呦，您扶好，扶好。您那边怎么样啊？我这边已经空了，乘务长，你再最后去确认一遍，然后从后舱直接离开。好啊。慢点。有人吗？回答我一下。慢点。有人吗？回答我。有人吗？回答我。有人吗？回答我。先生，你在干嘛？快走啊！快走，先生。先生，这里很危险，你快下机。有人吗？回答我。有人吗？回答我。吓死我了。先生，你走了吗？先生，你检查过了吗？包扎一下，没事，这还快去，你快去，这里有我们，快点，快去，快点，别紧张啊，放松，深呼吸，马上到医院了啊。先生，您怎么样？您好吗？146131，怎么少了一个人？反复清点几遍了，大巴车不能再等了，车上有个心脏病患者，他一直在喘。你们摆渡车先走，你们也先上车，上车。好，摆渡车可以走了。不对。部长，
共277个人，现在少了一个。怎么会少一个人？我们数了很多遍。那摆渡车怎么走了？不能再继续滞留了。现在有旅客因为受到惊吓出现了一定的症状。救护车先走，我去向地面指挥官报告。好，我去总指挥看看，你不要走远了。好。总指挥，我们统计乘客少了一位。你确定吗？清点了很多遍，这名乘客很有可能就在飞机上。夏芝，怎么样？我没事儿，江机长和潇潇好像都还没下来呢。火警还在持续，看样子情况很严重。走最后的清仓，立即离机。先用红外热成像仪从外面检测后货舱的温度，如果发现有人员警报，就执行方案一，在外部做喷洒、做降温处理，然后你们公安再上去。测温枪准备。你去那边。还有人吗？赶快下机了啊！有人吗？还有人吗？先生，现在这应急撤离，快起来，走了。还有人？先生，先生，你，先生，我是机长，这架飞机啊，有可能会有危险。现在飞机马上就要着火了，你快走吧，起来了，走了。先生，着火了！先生，还没着火啊，但是有可能会着火，请你马上离开。别碰我！滚！干什么？冷静点，冷静点！不要拿自己性命开玩笑，有什么话我们下去好好说。他妈骗你！我辛辛苦苦创立的公司倒闭，我他妈还有什么脸活着？我70口子人等着我吃饭。我靠谁呀、啊、我每天早晨抽着烟，我恨不得我都想从我11楼我跳下来。我赶紧逃啊！来呀、啊、你把他放下，放下，你要对你的行为负责任。你别过来，你再过来我就死你了。好了，我不过来，你冷静一点。啊，对，冷静啊，我向你道歉好吧。走吧，你快去叫人，把特警叫来。快去。我不能去，还是你去吧，你在这儿容易激怒他，我留下来看着他。快去叫人啊。你小心点。我知道。先生，你先把瓶子放下来好吗？那个，我不过来。机长下来了。我是机长，飞机上还有人呢，有个乘客喝多了，企图轻生，情绪很激动，我的副驾驶正在安抚他。陈夏还在飞机上？是，目前没有确认货舱的情况，任何人不能贸然上飞机，必须先确认后货舱的火情。尚哥，什么情况？先生，喝了这么多酒，一定很口渴吧？来，喝点水。
人没有什么事儿是解决不了的。我跟你说吧，我飞了这么多年，但是居然被人家说我没有资格做飞行员，我还被调到地勤去过。我当时觉得天都要塌了，我也犹豫过，但我还是没有放弃。你看，我现在不是继续在飞着呢吗？都会过去的。你说，你要是有个三长两短，你家人怎么办？还有这么多等着你的员工，他们和他们家人怎么办？人长这么大，谁没失败过呀？这些坎儿都会过去的。要不先喝口水。我给你拿着，我给你拿着。先下飞机好不好？不然就来不及了。喝多的，把那人控制住。放开我！放开我！走。还有位飞行员呢？是他。
小姐。小姐怎么了？快，快，来，慢点，慢点，慢点，来，轻点。陈潇去医院，好，乘务长，我可以陪同吗？其他乘务员跟我去安全部做笔录。宇恒，肖阳那边有事，我打电话。慢慢靠近，别再